这次的展品，吴云清打算向咱们以往合作的藏家做 VIP preview， 开放预购。有这个必要吗？我觉得也不是不可以。这次的展览对您来说至关重要，转行之后第一次露面，一定要一炮打响。刘民这个小人一定会睚眦必报，他在评论圈是有能量的，到时候一定会疯狂的批评。 如果咱们背后有资本的支持，再加上您在雕塑圈的人脉，就一定没问题了。该来的总会来，我不想用这种方法去对付刘明，这等于把风险转嫁给了藏家。我又不图挣钱，我只是想看到最真实的反应。可在这种情势之下，恐怕很难得到最真实的反应。刘明如果再掀起旋风的话， 很多人是会被吓住的。没关系，作品说话。陈老师，您的雕塑我是有底的，选题、风格都是国际上最热捧的方向，在藏家圈肯定是好卖的。那既然这样，又何必让刘民把杰作给带跑了呢？这个让我再考虑一下。 吴云清，给咱们预留了时间，等您考虑好，我让他过来看看展品。嗯。小破，嗯，无人机你研究的怎么样啦？我还等着跟你一起去拍外滩呢。我早就飞很多次了，很简单。真的？你都拍了什么？嗯，屋顶、鸟，还有气球。那等周末我们去江边好不好？无人机没意思。 跟我小时候玩的遥控飞机差不多。嗯，那什么有意思呢？嗯，我要是能坐在无人机上就好了。你不是坐过飞机吗？不一样。嗯，你看过那个动画片《起风了》吗？嗯，宫崎骏那个。嗯，那里面的飞机飞行的时候会感觉到风声。为什么要感觉风声啊？ 因为那更像是鸟。你想飞啊？嗯。嗯，那我来想想办法。真的？你有什么办法？现在还不知道，我得想想，给我点时间。南飞阿姨，嗯，你是我爸爸的朋友里面最厉害的一个。为什么呀？娇娇叔叔呢？嗯，你是医生，你还懂无人机，你还帮我想到了送给妈妈的礼物。 你还能让我飞。嗯，那我可以当你的朋友吗？嗯。爸爸，我给妈妈买了花。是南非阿姨带你去买的吧？嗯。陈珀自己搭配的。嗯，好看，配色大胆别致，妈妈一定会喜欢的。给。我送你回去。不用，也不顺路，陈珀还着急见妈妈呢。 我自己打车回去就行了。小刘，把这个西兰花用热水焯一下。
先喝碗汤。你也喝。都有。累吗？不累。那。从早忙到晚，能不累吗？习惯就好了。陈珀，咱们一家人好久没像现在这样一起吃饭了，你开心吗？开心。那咱们以后每天都这样好不好？可是你们不是离婚了吗？可我们三个永远是一家人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亲人啊。你永远是爸爸的儿子，妈妈也永远都是你的妈妈。做完手术后，病就好了吗？当然了，等妈妈好了，会好好补偿你跟爸爸的。妈妈以前做的不好，妈妈现在都明白了。快吃吧，来，吃这个，儿子。你也吃。好。姐，你回来了。哎，人逢喜事精神爽啊你！跟你讲呀，今天我老开心了，所有跟老彭开的条件，他全部都答应了，进修申请也交上去。姐，你真的跟焦月哥在一块了？事业爱情双丰收啊！哎，你到底什么时候开始喜欢焦月的？大概是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吧。你不是说当时他一上来就找你麻烦吗？是，他是找我麻烦了，但是其实他是讲道理的呀，话都说在了点子上，好像没见过他那样的人。啊，好像你们北京话讲的格格的，对吧？感情你这是猎奇啊。哎呀，你说我这算不算是一见钟情？算啊，不过你真能逼啊，连我都不说。没自信啊，怕自己配不上呗。这有什么配得上配不上啊？谈恋爱他又不是打扑克，你出一堆家，我出一个顺子，比来比去有意思吗？我要是像你条件这么好，我也会这样想啊。但是这种遇到喜欢的人，自己却一点自信也没有，这样的感觉你有过吗？对呀。
谈恋爱谈的是感觉，但是没有条件，那感觉就像飘在空中，心里慌得很。我倒是觉得所有人都是一样的。如果说你真正的爱上一个人，那你肯定会觉得慌。爱情嘛，它又不是等价交易，它也不讲道理，爱上了就是爱上了。反而这条件好的人，我觉得也未必就能得到心中所爱吧。话是这样说也没有错啦。嗯，我接个电话。嗯。不过焦玉哥那么好的条件，姐，你觉得他是真心的吗？你想啊，他之前找女明星，身边又有南非姐，你说他……总之我是真心祝福你了。现在你找到了焦月哥这么好的男朋友，南非姐身边又有林苑，我以后跟你们真的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。怎么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？不管承认不承认，那都是在那儿的呀。南非姐她自己条件好，说得轻松，但你想，你嫁给徐熙和嫁给焦月，那能一样吗？不管以后你们是住什么房子，开什么车子，还是说去哪个餐厅吃饭，放假了去哪儿旅游，都很现实的呀。最近天气降温了，这边挺冷的。哎，你看，我把你送我的毛衣穿上了，怎么样？暖和吗？特别的暖和，主要是心里暖。你送的呀？过两天我去你家，你看我需要买点什么东西带过去啊？嗯，也没什么特别需要的。你呢比较会说话，你就多宽慰他们几句。没问题，这个我最在行了，绝对把二老哄开心了。我妈肯定还在生我的气呢，回去那么长时间了，一个电话也没给我打。我每次打回家也都是我爸接的。母女没有隔夜仇，过几天她气消了就好了。嗯。哦，你什么时候回来？周五啊。舒婷得了乳腺癌。什么？嗯，三期，挺严重的。唉，世事无常啊。那陈放打算怎么办啊？他全赔，主要照顾舒婷。陈放这人还真不错。嗯，我就想说，能帮上的忙就尽量多帮忙。得帮，不能袖手旁观。嗯。软件医院批下来了。你准备合同和软件培训吧。嗯，谢谢您。客气啦，这个软件医院是需要的。我今天叫你来啊，是有另外的事情跟你说。上次你申请的加入我们这个医疗下乡的公益援助项目被批准了，恭喜你啊，正式的加入我们组织。这个是鼻窦癌手术之后的修复手术，怎么样，有没有兴趣跟我一起来做啊？当然好啦，我们自由之门到目前还没有办法接这种级别的手术呢。病人所在的地方医疗条件比较差，我们必须在当地找大医院给他做。嗯，你先熟悉情况，我们联系，等安排好了呢，我通知你。一般呢是在周末，到时候我们一起飞过去就行。嗯，好。还有啊，我想提醒你一下，以后医美修复少碰。为什么？吃力不讨好嘛。这个业内已经有一些风言风语的，你没有听见吗？你看啊，是别人做失败的手术，你们接手医美修复，那得担很大的风险。再有病人，他会做比较，会上网啊，发帖啊，无形当中就得罪了很多人。还有你这个软件，其实是抬高了行业的门槛，挡了别人发财之路。这些我都不在乎，要想不得罪人，那不就什么事都干不了了吗？再说了，我们也确实是竞争关系。哎呦，我说你这个人啊，你必须需要像我这样的领导才行。嗯
邢主任，其实我还想做一个整形心理咨询。我发现其实很多人只是需要心理建设，而不是整形，比如整形成瘾症。你们组织可不可以把这些也列入到公益的范围啊？我觉得你这个想法非常好，回头我跟大家一起讨论一下吧。你们两个是这批入职的设计师里面最优秀的，来我们部门会不会有点不情愿啊？不会不会，我之前啊看过您那个10套小户型连装的项目，真厉害。谢谢。从资历来讲，我是所有经历里面最没有光环的。我没有留过学，也没有读过名校。我们部门跟其他部门的方向也有一点不一样。我们刚刚接了几个面积小、预算少的小型店铺，跟那些写字楼或者是酒店的项目比起来，你们可能会没有那么大的成就感。但是我可以跟你们保证，你们会比其他的新人得到更多上手的机会。我看中的是在有限的条件下能不能够发挥出惊人的创造力。我觉得设计不应该是摆拍，也不是显示奢华的工具，设计应该是巧思，即使是一平米也能够翻出新花样来。好了，那今天先这样，我会请陆琪带你们去熟悉熟悉下环境，然后就会安排你们的工作。好的，齐。我看上的两个设计师，李强走了。这两个人先到先得呀，你来晚了，老婆让我先选。那杭州艺术区那个项目，你现在也要公开竞争了？没办法呀，谁让我红呢？你当初不可一世的时候，比我可嚣张多了呀。好，你红我不跟你理论，但是你必须向媒体澄清，公开跟我道个歉。我齐佳怡有什么对不起你演艺的地方吗？你现在得了个设计类的偏门小奖，就敢出去跟媒体说三道四？你说跟我一起接受了某明星工作室的设计，然后功劳被某些人抢走了，现在自己回忆起来说不满意那个设计，你说谁呢？我评估自己的设计不够精彩，不可以吗？而且从这个项目中我学习到了，作为一个优秀的设计师是不会轻易妥协的，他应该要尽心尽力把自己专业的认知告诉客户，从而保证设计的完整性。我实话实讲而已，问心无愧的呀。现在全行业都在讨论啊，他们在说我好像是玩弄心机的小人，你倒成了受害者。嘴巴长在人身上，他们爱怎么讲就怎么讲，我哪管得着那么多呀。好，我要去找彭总评理，都是一个公司的，凭什么你可以给我泼脏水？老大，你看看，网上已经有了对比图，说这个项目全都是他的设计风格，还把功劳全都归在他的身上。这很正常，他本来就是这个项目的主设计师啊。他跟媒体影射说有人抢了他的功劳，我怎么抢了？谁抢了？这是公然的诬陷，是吗？我可知道沈雪这个项目上了不少稿子，我在网上看到的都是你的名字。我早就想问你一下，当时你们做采访的时候为什么不叫人家齐佳怡啊？老大，我再说一遍，那是沈雪的邀请，为什么都要怪到我的头上啊？还是啊，这本来就是你们两个之间合作的问题，要怎么处理你们自己商量，我就别管了。总监，这属于公司内部不正当竞争，您要是不主持公道，这活儿以后都没法干了。你有证据吗？人家齐佳怡指名道姓了吗？那行业八卦不是天天都有的吗？要说不正当竞争，可是有好几个设计师向我投诉你抢客户。总监，这关系到我个人的名誉，我不允许别人诬陷我、抹黑我。那你想怎么办？要不，我把公司的法务给你叫来，你起诉他。老大，手心手背都是肉，我们都是您手下的兵，您得一碗水端平啊。严毅，听我一句劝，你们两个都在一个屋檐下，低头不见抬头见的，别折腾了，退一步海阔天空，行吗？家和万事兴啊。
谢叔叔。你到北京出差这么忙，还专门来看我们，你看带着这么多东西。应该的，我跟南非什么关系啊？是啊是啊。叔叔，啊，南非现在是我们医院的合伙人了，我们两个人算是事业上的合作伙伴，亲上加亲。我听你阿姨说了，说你年轻有为，特别能干，现在都当院长了。不敢不敢，我这点成绩可不敢在您和阿姨面前提，你们都是名医，我这边呢就是一个私立医院，帮人做整形美容的。我知道，这个在你们的面前是上不了台面的。哎，不能这么说，一个外科医生，尤其是在脸上动手术，那是需要功夫的。叔叔，您太开明了。哎，阿姨呢？在房间里休息呢。最近睡眠不好，从上海回来以后就长吁短叹，有些焦虑。是因为跟南非的事情吗？嗯。叔叔，其实他们娘俩都特别在乎彼此。南非因为阿姨的事情，也大哭过好几回。其实我觉得很多的事情，他都需要有一个缓冲期，没必要都深陷在一个坑里面。把问题交给时间，过一段时间，可能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了。是啊，这么多年不见，你长大了，成熟了，啊！谢谢叔叔。叔叔，您放心，南非在上海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他的。好。晚上在家里吃饭，我炖了锅鱼汤。待会儿等阿姨出来以后呢，你就跟她好好谈谈你的想法、你的理念，咱们给她宽宽心。好，没问题。请进。南飞，你怎么来了？有事儿想跟你商量一下。坐。舒婷的化疗效果不好，下周手术，我心里没底。过几天新药就到了，不换一下吗？医生跟我分析过了，换新的药未必一定就有好的效果。再这么拖下去啊，各种问题都有可能发生。先做手术也有好处。医生说的有道理，其实也不能完全依靠检查，还是做手术打开来看看，比什么都准确。先切除，再换新药化疗巩固，其实也是一样的。那如果转移了呢？其实癌症患者做多次手术也是一件常见的事情，你看过那么多资料，应该也明白。你就先别想那么多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这事舒婷知道吗？我没跟她说。手术之前，她要减少焦虑。等手术之后再说吧。哦，我联系了我的一个朋友，他在北京那边呢，正好有一个针对癌症方面的非常尖端的实验项目，现在还没有对外开放使用，但是报名参加的患者临床效果都非常的好。如果舒婷手术后有什么问题，我可以联系那边帮她转过去。那太好了。谢谢你，不计前嫌，对舒婷的病这么上心。哦，正好我也有件事想跟你说呢。这些资料你拿回去看一下。上一次去江默那儿，他说陈珀是自我压抑型患者，他需要一扇门，最好是多带他出去做做运动，多接触大自然。陈珀也跟我说，他说他想飞。飞？嗯，他说飞的时候耳边能听到风声，就像鸟一样。我就想到了我之前有一个患者，他是非常优秀的滑翔伞运动员，
我就咨询了他一下，他说8岁的孩子也是可以飞的，而且上海这边的基地也非常的专业，安全是有保障的，再加上他愿意亲自带陈博飞，这样就更稳妥了。希望这项运动能对他心理有积极的影响。你看看，你要是没什么意见的话，我就安排时间，你把这些资料也带回去给陈破看看，再问问他的意愿。好。嗯，小梦还没下班啊？啊，马上走。嗯，拜拜。拜拜。饭烧好了没啊？你闻着香味了？哎呀，就是闻到香味才觉得饿嘛。哎呀，其实我觉得，在这家里面有了女主人，有了饭菜的香味儿，才是真正有了家的味道，是吧？我听人讲呢，有饭菜香和小宝宝，最能让人感觉到家的味道。虽然说现在没有小宝宝，但是你可以把我当做宝宝，来好好练习一下。哇，有这么巨大的小宝宝吗？认真点好不好？入戏入戏。这孩子脑子没啥毛病吧？哎呀，哎呀，你先靠过来，来靠。哎呦，别弄了，哎呦，你靠。哎呦妈呀，怎么了？手全都是洋葱味。我闻着洋葱味了，哎，臭啊！我小时候也爱吃。你别搞我。但问题是，闻着闻着就习惯了。哎呀，门关轻一点，门都关坏了。哎妈。啊，叔叔阿姨好！你们怎么来了？我跟你妈吃完饭过来看一眼。哦，你们怎么，佳怡啊？啊，你怎么在这儿呀？江月请我来家烧饭。啊，对，她叫我做饭。哦，佳怡，你真是个心灵手巧、善解人意的孩子，真懂事。谢谢阿姨。阿姨，饭好像有点糊了，我去看一下。哦哦，快快。你自己学着点做饭吧。嗯，是的，孩子。佳怡啊，哎，南非呢？南非他应该是家吧？哦，那阿姨麻烦你去把他叫来吧。你就说叔叔阿姨在这儿等他，有事找他。哦，啊好，我去找他。麻烦你了啊。佳月，你看着点火啊！哦，我知道。哦，我来。哦，谢谢阿姨，来。这是佳月的外婆，也就是我的母亲，留给我的物品。这些天我整理东西的时候，突然看见了他们，我就觉得你戴上特别合适。老人们都说，
人养育欲养人，你带上一定会很好。阿姨，这个我不能收，这太贵重了。你还跟阿姨贱卖啊？就你跟阿姨客气什么呀？南飞啊，阿姨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就喜欢上你了，这就是一件礼物，你收下吧。阿姨，我真不能收，这礼物太有纪念意义了，我觉得还是得留给您未来的儿媳妇才行。这个玉镯是一对儿，这一个我给你，还有另一个我留下。南飞，你拿着吧。啊，你看叔叔都表态了，收下吧。其实啊，漫漫人生路，彼此认识喜欢都是一种缘分。虽然你跟我儿子不能走到一起了，挺遗憾的，也很可惜，但是你依然在我和你叔叔心目当中是最优秀的女孩。我就想把这个礼物当成一个缘分的纪念送给你，收下吧。阿姨，我也特别珍惜咱们的缘分，但是这个我真的不能收，我真的特别感谢你和叔叔一直对我这么好。我哎，其实我没您说的那么好，比我好的女孩多的是呢。我这人性格其实也不好，我特别倔，身边的朋友都叫我撞南墙，石头牛都拉不回来的那种。那是有主见。我也不贤惠，我特别粗，做饭理财什么的其实平时都是齐佳怡在帮我弄的。粗有粗的好处嘛，阿姨欣赏你的就是你这些特质，你身上有很多优点，阿姨都能看得到。你大气简单，不像社会上那些女孩扭扭捏捏的，凡事斤斤计较，很难沟通。说到底，南飞，你就是阿姨心里最最理想的儿媳妇的样子。南飞，你就收下吧。行，阿姨，我这真……齐阿姨，叔叔阿姨，我先回去了。齐阿姨，怎么了，南飞？妈妈，其实齐佳怡才是我真正的女朋友。其实我跟佳怡很早就认识了，这所有的内装都是她设计的，但是我跟她的关系是刚刚才确定下来，没有及时告诉你们，搞这么大一个乌龙，对不起。姐，你们回来了。江月怎么跟她爸妈说的呀？你没怎么吃饭，我给你煮个面吃吧。不用了。那你先洗澡，我给你煮个蛋羹，你吃吧。这些日子我也想明白了，我们觉得好的孩子们未必觉得好，这个没办法。再说咱们也不能陪他过一辈子。小叶，往后的人生就按你自己的想法去过，我们不干涉了，只要你健康快乐就好。确实是挺郁闷的，不过我觉得嘛，娇月已经做得挺不错的了，那父母的态度也不是他能够左右的了，对不啦？可是为什么我总是那一个让父母失望的选择啊？哪有啦，你不要胡思乱想。小秋为什么分手？因为年龄差太大，是个父母都会反对的呀。对对对，徐熙他妈妈也不喜欢我呀。他妈就是性格有缺陷的，好烦。田中心到现在都不知道当年的事情，他妈妈难道不是故意的吗？他早点讲清楚，我们就不会分手了呀。一个女人啊，没有好的家庭背景，没有好的学历，现
现在啊，年纪也不小了，还离过婚，看来这辈子注定要低人一等。那是他们根本就不了解你。南非去教岳家，他爸妈就赞不绝口啊。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呀。嗯，毕生你身边优秀的男孩子，他们喜欢的都是南非啊。你现在明明知道你各方面的条件你都不如南非，那你就少跟他在一起。你跟他在一起，你顶多也就是个陪衬。就是再好的闺蜜，你们各自都应该有你们各自正常的家庭生活。不要到哪一天南非想通了，他想结婚了，有你一个，哎，你嫁都嫁不出去了，你哭都来不及。哎呀，手术干净利落，干得不错啊。就是给您打个下手。我后悔了，之前没有招你，我现在真的挺后悔的。咱们现在不是在手术台上重逢了吗？我是替你可惜，那么好的技术。我告诉你啊，给你一年时间，到时候赶紧到我这来报到，其他的事情我解决。晚上一块吃饭啊。哦，回去的机票我给你报了。别啊，医疗援助大家都是志愿者，怎么能让您个人出钱呢？算我拉拢你的第一步啊。喝咖啡吗？咖啡喝不来，你妈太苦了。苦也是一种味道。嗯，这也太幸福了吧！我要是能每天都可以这样喝个下午茶，吃吃小糕点，还不用上班，多惬意呀！哎，那些有钱人的日子也就不过如此了吧？为了你姐那点事情，你替我站岗放少年终无休，辛苦了。姨妈今天得好好犒劳犒劳你。谢谢姨妈，姨妈有您在这儿，打死我我都不会回铜山的。就算那个董平他跪下来求我，我都不会回去的。哎，你说你姐跟隔壁头那个人好什么？隔壁头那个人可是大明星沈雪的男朋友。再说了，他跟你南非姐假扮情侣这么久都没有成，这怎么可能？我真的我很好奇现在。哎呀，那个人情场高手，老司机。如果他是这样的话，你姐是有风险的。情场高手，那肯定不是。但是焦月这个人可不简单哦。且不说他爸妈都是高级知识分子，就他自己那也是名牌大学数学系的天才选手，那地方是一般人想去就能去得了的吗？你给我挑重点的说。简单点说，论长相，他的长相绝对不输那些一线明星。那五官多深邃啊，又立体。我总觉得他是不是有什么几分之几的外国混血啥的？还有那眼神是真勾人啊，我有时候都不敢看他。整个人那个气质，怎么说呢？姨妈，您知道 F4 吧？反正就是那些当红的那些男明星吧，我觉得他们都没有他有范儿。还有他的整个人的那个衣品，身高完全就是衣服架子，披上个麻袋上台都能走秀去，引领时代潮流。所以说，以他这种身份，虽然是当木匠。那当木匠，他也是为了体验生活，回归本心，干啥啥都行，这妥妥的金龟婿。还有学识，那就更不用说了，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。那他
出口就是真理。我有时候听他跟我姐他们说话，我真的连听都听不懂的，简直就是神仙打架。嗯，编，你使劲编。我看你啊，就知道过来哄老太太开心。我真不是哄您开心，我说的全都是实话。我跟你一样脑残吗？说那么邪乎干嘛？你说点靠谱的。